位在信义县上的大安森林公园站，在启用时就不断拿来和高雄捷运的美丽岛站比较。美丽岛站有着光之穹顶，号称全世界最美的捷运站之一。然而大安森林公园站却是全台唯一拥有下凹式庭园的车站。以几何设计的外观，既时尚又富有流线感，而且冬天可保温，夏日可遮阳的设计也起着环保的作用。此外，室外还有日本艺术家设计的森林与彩虹的艺术装置。环形水廊每15分钟循环的喷水秀，更是让行色匆匆的路人都停下脚步驻足观赏呢。